苏格兰高地独特的北国风土条件，造就了坚毅的民族性格。我是黄建伟，现在我就要踏上苏格兰高地，相信这段旅程我将开启未曾开启的体验。哦，好吃哎！有人会喜欢吃这种东西吗？勇敢做自己，尝试未曾尝试的挑战，勇者礼赞。3月19号，和我一起踏上苏格兰高地，开启未曾开启的体验。